我是刚关列车的那2011年7月16号，那个、哦、苗栗的三义哦，龙腾鱼腾坪游客中心，5点58分。然后还是哇，旁边就是一个旧三线铁道，然后现在也到自行车。啊，都关小片，跟他站门，走走丢我们大家去玩。然后就在这样，拜拜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我们、啊、来看，问问看能不能搭铁道自行车。对啊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